你看，那里有一片绿油油的稻田，那就是迦南平原哦。入口在这里。欢迎来到台南后壁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间乡村风格的民宿，叫做雨丽烟蓑。乡村才会有的大广场，有290坪哦。这里种了好多种的果树，有杨桃树、芒果树，还有龙眼树哦。接下来按密码就可以入住咯。客房的小客厅有原木桌子配可爱的小板凳，有舒服的床配独立现代卫浴，复古缝纫机小吧台，还有高档的欧舒丹沐浴组。接下来这个门是连到古色古香的公共客厅，还可以坐在这里的木雕大理石椅上泡茶聊天。旁边还有两间房间，全家一起来就可以包栋咯。最后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可以在这边悠闲的野餐烤肉。好啦，介绍到这边是不是很心动啊？雨丽烟蓑等你来乡下住一晚哦。赶快扫描下方 QR Code 预约订房，或是拨打订房专线0978-857-083，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，享受旅行之美吧。